今天是什么节日？是爸爸的节日。对，你讲一讲，爸爸对你来说是什么？是开心。是开心哦。嗯。啊，有多开心？有40分。嗯。啊，那你最喜欢跟爸爸做什么事情呢？喜欢玩玩具呀、啊，喜欢跟爸爸一起盖城堡，想要玩大象、跟火车、跟挖土机。爸爸去教会了吗？对呀。你有什么想要帮爸爸祷告的吗？要帮爸爸祷告什么东西？祷告我很多人啊，全家人都祷告吧。什么？阿妮 I love you I love you